loving is easy. You had me fucked up. It used to be so hard. 我哋嘅行程，我哋要去黄山。我哋要放假。拜拜。拜。我哋今日嚟到黄山，喺汤口镇呢度嘅民宿，但因为太黑啦，我哋就唔拍 room tour 啦，拜拜。唔系，听朝再拍。我哋依家喺度等紧我哋嘅火锅滚。喺度撩咩啫？撩啲牛肚咯。小爱同学，哎，开窗帘。正在打开。在做呀。带大家睇下我哋呢次黄山住嘅酒店。Hello， 重点就系呢个厕所板系会发热嘅。电动厕所。我觉得这个太棒了。我硬系觉得呢个窗系最大一幅画。嗯。你可以用。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的管家小爱同学，嗯，请打开电视，正在为你打开电视。是啦，我们这次所有东西都是他帮我们做的。你看看他的表情。这次看中这个民宿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这里的老板很会炒菜，跟着我们爬在景区会被人宰，然后吃的不好，所以我就订了这个老板很会炒菜的民宿。嗯，他现在帮我们炒菜，我们吃完就出发啦。他还跟我们讲话，你们刚起床就吃一点面条就可以了吧，我不想吃面条，我想点菜吃。然后那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佢系唔知系惊麻烦定点咧？可能佢唔想整，因为佢琴晚打麻雀打到好夜，可能凌晨。我啱行落去，我见佢坐喺个 counter 位度喺度发呆。系被逼营业嘅老板。喂，哦，好，我们下来了。哎，多少多少啊？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啱啱好，系咪时间？哇，呢度好多衣架啊！嗯，我啱就喺呢边攞嘅。你睇出边嘅景色。好美。呢一家好似都好靓。
一起吃。这个是咩笋？笋干烧肉，然后这个肉末茄子，然后这个是野果豆腐。没吃过，这个真的。这个是这个跟这个跟这个是当地的菜。嗯，野果豆腐是一种豆腐吗？我想试下。嗯。好似啫喱咁。Hello， 大家睇下我个装备，一支登山杖，一部录视频嘅相机，呢度一个菲林相机，仲有一个书包，呢个书包比我仲要厚。呢个书包入边装嘅就系我哋今晚要用嘅衫，我哋喺山上住一晚。还没穿好衣服，天啊！我这个装备，我感觉我可能坐完缆车已经攰了。没了。Hello。呢度系南大门嘅温泉点，我哋而家等紧车。双系攬埋一齐嘅。嗯。我哋依家已经行咗几耐？顶你个肺啊！点解有个人喺嗰度上嚟嘅？我哋有冇行咗两个钟啊？有啊。上山。12点半落车嘅。我哋依家上山应该已经有两个钟。我哋12:14:17。我哋一路都系见到一啲好模糊嘅景色，跟住啱啱嚟到呢棵树、呢棵团结松嘅时旁边嘅时候咧，系清咗一阵，跟住依家又即刻又雾过嚟啦。所以我哋又冇得影啦，我哋又要继续走啦。
小心楼梯啊。哦。今天的运动量，不，这个月的运动量已达成。你怎么不说今年的运动量已经达成？就当行路啦，睇下听日可唔可以睇到啲靓啲嘅景色。嗯，周围都系雾，好似系一喺个仙境入面咁。我已经做咗一日仙女啦。望住呢片白色嘅雾，跟住就会听到有人传嚟一啲呐喊，跟住我哋可以回应。依家系黄山可以听到回音嘅时候。等我嚟带大家睇下呢个房間。呢度一入嚟就系一个衣柜，酒店会配两件防风褛，其实系有少少羽绒兼防风褛，但系我哋冇机会着，因为我哋冇得睇日出。跟住呢度就系呢张台，呢度就系厕所，我哋就唔睇啦。呢度就系一大张榻榻米嘅床，跟住仲有电视机。呢个电视机仲可以投屏，我哋琴晚喺度睇咗两部电影。成间房就系咁啦，20个平方，寸金尺土。呢个窗望出去咧，唔系街景，佢系。室内嘅景嚟嘅，呢个酒店大部分房间咧对住都系室内嘅景。呢次我哋嚟黄山睇唔到日出，睇唔到云海，又睇唔到日落，因为全程都有嗰种好似迷雾一样嘅天气，所以呢次我哋带咗雨衣。如果在山上住，需要带的东西比较多，要带一些吃的东西，还有要带够衫，还有要带换洗的睡衣、毛巾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很轻便地上山。我们今天还要走下山，没得坐缆车，有点害怕。你害怕不害怕？还好吧，我趴在坐缆车。你有冇后悔嚟黄山？冇。主要系我哋呢两日咁啱就系冇咩阳光嘅天气，跟住其实喺山下边都好靓嘅，因为山下边咧会睇到一啲云飘过个山腰嗰度，跟住咧，总之空气就好好啦，跟住又好靓啦，跟住天气又好舒服啦，跟住依家嚟黄山真系人都冇一只。我哋行喺路上，基本上系唔会撞到人嘅，除咗嗰啲搬运嘅工作人员。喺山上嘅酒店比较细一啲，每间房都好细，但系就几舒服。虽然系有啲失望，本来谂住系有日出啊、日落啊之类睇嘅，而且甚至有星空之类嘅睇。但你上到山咧，你系喺。云层入边嘅，所以有啲尴尬，因为你喺云层入边系咩都见唔到，一望出去咧，全部都系迷雾，所以，景色这方面就会逊色一点啦，只能是算是来体会一下山上酒店的一个感觉。他来这里之后喜欢上了讲普通话，跟住呢度仲有一部街机俾你打，呢个都系一个加分嘅地方。但系呢度周围咧，其实系冇乜嘢食噶。唯一有嘢食嘅咧，系我哋酒店入边晚餐嘅自助餐比较贵，
跟住係180蚊一個人啦，但係我哋兩個嘅食量嘅話咧，會有啲蝕底，所以就冇食。跟住我哋就喺下邊嘅一個補給站嗰度買咗一啲三文治同漢堡。佢呢邊門口有間屋仔，有賣漢堡、三文治、炸雞之類嘅啦。係啊，但係嗰啲就係4:30就會關門啦，所以我哋琴日差啲就冇嘢食啦，係咪？我哋只帶咗個火鍋同杯麵，其實唔係話食得太飽，只係可以當個宵夜。好啦，咁我哋冇嘢講啦，咁我哋就出發，出發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會唔會好黃？唔知道好黃咩？咁你又話唔中意白色嘅光嘅？太黃啦吧。又太黃啊！咁點為之中間黃？波批黃啊！呢度咩都細，鏡又細。出發啦！拜拜。我差啲就相信呢个系我人生遇过最恶劣嘅环境。唔系咩？唔知道，我哋人哋系淋雨，系喺地下淋雨，我哋系直接喺云入边啊！依家呢个喺云层入边漫步，系个 body 360度都系见到水。系啊，好恐怖啊！迎客松没看到，只看到了雾。好了，继续加油。太恶劣了。系。有雾有雨，又周边呢个可能是我哋唯一睇到的景点。系呢个冻就还好啦，因为着咗比较多，但系好湿，啲袖全部都湿晒，裤都湿晒。云里雾里，哇，变太老了。我哋今日行到1:30，决定都是行路落山。本来想住顶唔顺啦，可能要坐索道，但系最终都系冇坐，好坚强地选择咗继续行。行落去大概要2.5小时，但系如果要影相，可能3.5个小时。跟住啱啱好彩，我哋选择咗行路，见到一个好靓嘅景色，但系依家已经有起雾啦。
影完先至起幕。系影完就起幕，所以我哋又要继续前进啦，加油！八个小时，有冇八个小时？诶，终于到咗，仲有100米就到我哋要坐车嘅地方。可能黄山之行系我呢世人行得最多路嘅一日，行到我成个人都瘦埋添啊！我哋两个而家好饿啊，净系想快啲翻民宿食饭。好好吃，我都不能讲你。